大今年1942位毕业学生，在今天毕业典礼之后，就要走入杏坛教育学子。师大校长张忠良在典礼中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人生就如长远的旅程，求学这段过路是短暂的，希望同学们团结合作，以成先启后。”张校长接着颁赠毕业证书给毕业学生代表，其中有博士3人，硕士65人，大学部毕业生1874人。